各位大家好，欢迎各位订阅鸿建不动产制作每日晚上八点钟的越南财经新闻网。各位您好，成为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的成员，已继续加强越南的贸易地位，同时为今年 COVID-19 大流行后的恢复过程做出贡献。根据渣打银行银行发布的新研究报告中指出，预计从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受益的出口行业包括信息技术、纺织、鞋类、农业、汽车和电信。从长远来看，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可以为越南在该地区发挥关键作用的新供应链奠定基础。越南从现在到2030年的平均出口增长率目标为每年 6% 至 7%。 除了进一步促进出口外，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还能支持经常账户余额，并帮助加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签署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之事宜，也意味着越南要面临在国内和出口市场上进行更激烈竞争的风险。根据工贸部统计数据，去年越南电子商务收入达到137亿美元，比2020年相比增长了 16%。越南属于东南亚网络零售市场份额增长率最高的三个国家之一。报告指出，越南正在成为东南亚第二大电子商务市场，仅次于印度尼西亚。电子商务平台上最受关注和购买的产品主要来自美容行业、女装、家具。但是，目前电子商务在商品质量、支付方式、建立灵活的运输路线、以低成本办理清关手续、优化手续费用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风险控制能力有限。值得注意的是，预计未来2至3年电子商务欺诈率将占所有形式的电子商务欺诈的 50% 至 60%。 鸿建不动产公司是一家驻越南 100% 台资的专业不动产公司，为您提供在越南住房、厂房、仓库、办公司和工业地需求的一条龙服务。通过本财经新闻节目，鸿建不动产公司提供有关越南和世界金融、证券、商业和房地产市场的最热门信息。谢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也要记得打开小铃铛，并且分享给您的好朋友，也可以留言您的评论。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一节目见。